我听我们体育老师说你以前是踢足球的、哦。嗯嗯。对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因为我怕我去了他们不听我。不会，肯定会听你。他会听你唱歌、啊。对，有思贤哥唱首歌来听听。我要说康乐活的，打球不要太拼、哦，反正没有办法凸显出你们的水准啊。轻松打，轻松打。我拢感谢你的 音乐家发电哦，啊，好，我记得，记得捧我当家。